62岁刘德华出道至今多年，几乎都马不停蹄咁工作。日前佢就被网民影到喺意大利拍摄新片，当中见到佢造型老态尽现，满头白发又突懒，差啲都认唔到佢。有网民睇到照片之后，一度误以为天王真系断崖式衰老，仲话儿时偶像四大天王都变老啦。其实今次刘德华只系为咗拍摄电影，先至有咁嘅新造型。网民得知之后，都大赞刘德华专业，